虫、叶虫、竹节虫、蜻蜓、蟋蟀、萤火虫、螳螂、金龟子、天牛。我们学校的新天牛飞走了。真的？学校老师带你们去看的吗？不是，我们学校的新天牛本来是一个盒子装着的，结果别人破坏它的盒子，然后它就飞走。是哦，本来是观察用的哦。蝎子，它的尾巴有毒。嗯，对，它尾巴有毒。蚊子，这是什么？苍蝇。苍蝇。苍蝇的眼睛。复眼。它的复眼很。蝉会脱壳。对，金蝉脱壳。蜘蛛，为什么它不要用真正的蜘蛛跟我们喷，就只有一个黑黑的蜘蛛影子哦。蜗牛，它那个蜘蛛也是真正的蜘蛛哦。跳蚤有大有小。对，有大有小。豆子啊，这里不是植物吗？对，啊，会有豆子。哎，它也是算那个植物出来的那个松果。松果，栗子，我最爱吃。你最爱栗子，对不对？海芋，蕨类植物。哎，绣球花在哪里呢？帮我点一下。好，绣球花。绣球花。谢谢。